老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中观论选诵讲记》啊。那我们讲到的是第一节标中的部分哈。那么在第四十五页最后一行，本来佛说真理皆是缘起法，有没有？所以呢，一旦讲到真理法则的时候，是不是都脱离不了所谓因缘法，也就是什么缘起法？ 啊，也就是缘起法啊，尤其呢，这里有一个这个例子哈、啊，是非常普遍，大家众所皆知啊，也就是舍利佛还没有出家以前啊，其实他也是外道啊啊，有一回就碰到了马圣比丘威仪详叙，不觉哈、啊，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肃然起敬啊。 那么就问他说：“你是跟谁出家？你的老师是说什么法？在印度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出家的这个修道人啊？非常的多啊！不像在中国来讲的话，出家大概就是佛教，呃，佛教才出家，道教就没出家了，对不对？啊，好，那所以呢，在印度来说的话呢，这个出家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哈、啊，叫做沙门嘛。” 啊，沙门。那么，如果是佛教沙门呢，就叫做释种沙门，对不对？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释，对不对？啊，好。那马圣比丘他就回答说：“啊，我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法非常的多。”舍利佛就啊，非常诚恳的请他略说几句。啊，那马圣比丘就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商门常作如是说，这是不是非常有名的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佛法的根本教理，佛法的非常核心啊，根本的教理就是什么？因缘生，因缘灭，有没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那么佛陀所说的这个根本教教义、教理、教义，是不是离不了因缘啊？ 啊，离不了因缘的生灭，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就叫缘起法？啊啊，那佛陀常常都是这么说的啊。还有呢，佛世有很多的外道在请问佛陀啊，佛陀所说呢啊，都说啊，问什么呢？那么佛陀都说不是，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十四无记了啊。 那、啊、最后呢？外道问说：“那既然什么都不是，究竟你说什么呢？”佛陀就说：“我说缘起啊，因为这个外道问了很多都是现象上的问题啊，现象上的问题，那么其实没有办法说到究竟明白啊，所以呢，佛陀就干脆不说啊，所以会有十四个无忌呀啊,啊，那佛陀都不说啊，或者说都说不是。” 那、啊、也也就是说，佛陀所说的其实是甚深的缘起法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知道，佛说一切法都是从缘起开发出来的。那这种缘起之意呢，阿难跟佛陀也讨论过。阿难以为缘起是很容易懂的，佛陀就说：“阿难，缘起甚深啊！啊，甚至导呃、哎，佛陀也讲啊。” 啊、哦，这种缘起呢，是甚深极甚深、难解极难解的，啊、哦，是非常难懂的，啊、哦，是非常深的。为什么深呢？因为不是表象看得到的，啊、哦，所以呢，缘起是佛法当中最深奥的真理啊、哦，啊、哦，这个必须要有。 佛法的智慧，也就是要透过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思考，不是肉眼所见啊、哦。就如同我们讲缘起性空的这个性空，那么也非肉眼所见呐、啊，是不是要慧眼才能够见得到啊、哦？所以我们常讲说要打造我们的什么慧眼，而不是过度的信任我们的肉眼。我们肉眼是不是非常粗糙啊？ 啊、哦，看到人的老化都要好几年才看得出来。如果是慧眼，我们是不是分分秒秒都在老化啊？哦，可以很深细的，可以非常细微的啊、哦。好，那么所以呢，这所谓的缘起啊、哦，也就是在讲生的必归灭，存在的必归否定，必归消失。 存在的时候必然会消失啊啊，因为缘生而缘灭啊，世间法莫不如是，如是皆缘起法，所以世间法是不是都会落入相对的二边呢、啊？有生就有灭的一边嘛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容易情止于现象啊？所以佛佛法呢，那么就是希望能够以智导情，有没有？ 以智慧来疏导我们的情执，那如何疏导？是不是就要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啊？啊啊，要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哈、啊。所以佛啊也说了一个寄送啊。那么这也是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讲到这个积聚皆消散？ 啊，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这是不是都在讲世间的相对两种现象啊？啊，有积聚，自自然会消散；有高，是不是就有低啊？有大，是不是就有小啊？那么存在的啊，这个和会要当离啊，大家聚合在一起，终归是不是要离散呢、啊？ 啊、哦，有生无不死，凡缘起法都是如此。所以缘起法，我们看到世间相对的两种现象，但是也透过缘起法，我们生观因缘法的平等性，是不是也能够达于中道不二啊？啊、哦，要能够达于中道不二哦。啊、哦，好，那外道也会去推究诸法的升起。 啊，会觉得哎，这这个人是怎么出来的？啊，这个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那么或说上帝生天神，天神生或或者时生，或者方生。时生就是时间所生，方呢就是空间所生。不管任何生都没有谈到因缘法的生灭啊，所以呢，我们也常讲说佛陀的时代。 那么，其实印度人本来就很早就在探讨人生解脱的问题、生死解脱的问题啊，所以他们会提出大我、神我、犯我啊，这个真我啦，不管什么我，是不是都是有我的、啊？唯有佛陀提出什么无我啊？为什么是无我？不是否定我的的存在，我的现象的存在？ 反而更能够说明我的现象的存在，它是流动性的存在，是变化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不变化性的存在啊啊，时时刻刻不断在变化的我、啊，所以叫做什么无我？无我就是在讲我是什么性空的？我是性空，也就是在讲因缘法，我是众缘合合出来的我嘛。 啊、哦，终归是不是也是一个离散的我啊？因缘离散的我，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合出这个我的因缘是不断一直在变化的我啊，其实是一直一直不断的变化的我，这个就是所谓的因缘法啊、哦，其实就是因缘法哈、哦。好，所以呢，这个非因缘法呢就应该是不存在，存在的呢都是什么因缘法，只要。 看得见的摸啊也这个摸得着的的所有一切的现象，我们说它是不是都是因缘所成啊？哎，乃至于思想观念，是不是还是因缘法？也还是哦啊，就像我们说，哎，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 那么也是告诉我们四圣地如何从这个世间法能够跳脱出来而达于出世法嘛，对不对？啊，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来说的话，它是不是还是缘起法、啊？它还是缘起法。所以在《心经》里头是不是讲到无苦集灭道啊？哎，不是否定苦集灭道的存在，而是苦集灭道它是性空的。 是不是各有因缘呢？我们每个人体会到的苦集灭道是不是各有不同啊？啊，我们依循着苦集灭道来修行的方式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因缘是非常平等的，任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排列组合，跟我们的术士这个因缘福报智慧资粮有没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它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只有现在的问题。 对不对？那我们也透过因缘法的修行，是不是也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啊？啊、哦，也其实也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哦。啊、哦，所以呢，这因缘法它是不断的在变动的，不断的在排列组合的，不断的在物以类聚的哦。哦，好，所以这也讲到说，道家说长啊，这个总总是想要求什么？长生不死，长生不老。 但是没一个成功，对不对啊？因为如果以佛法来看待，是不是早就接受生死啊？反而要接受生死，而不是去逃避生死的问题啊？因为凡生必死嘛，起必灭，这个是必然的法则，也是缘起法顶浅的一部分。这个还是最浅的一部分，就是说，哎，它必然是相对的两边。 啊，看到相对的两边的现象，啊，为什么说它顶浅？因为讲的还是什么表象，表象就浅。为什么说深呢？因为深到因缘法里面去了，才叫做深。啊，好，那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进一步。 也就是诸法由不存在而至于存在，由存在而归于不存在。看起来啊，那么实在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过程不过只是一种什么现象？那这些现象呢，都是透过一切法的升起，然后存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慢慢的破坏啊，乃至于到这个消散掉。这个是不是就在讲成住坏空啊？ 啊，生住意灭，我们简单讲生灭生灭，其实生到灭当中，是不是还有住跟意跟灭啊？到灭，所以有时候可以详细的讲，有时候可以怎样简单的讲？我们讲生死生死，详细的讲叫生老病死，对不对？啊，也都是因缘的什么和合离散的过程，要讲的啊。 简略一些还是详细一点，对不对？但是总有一个什么必然的什么顺序，啊，会有必然的顺序啊，像生啊，这个生老病死。那么我们存在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看到生老跟病的状态之后，死亡而消失嘛？而要处理，对不对？要处理掉我们的遗体啊。 那之后，我们又往生往生了，是不是？又往下一个生去了，啊？所以呢，不过不论是精神或者物质，其实一一法都是因缘的和合的现象而已。而在存在的这一段呢，我们说它不过只是假象的存在，啊，用假象来破除我们的什么执着？不然我们一看到相，都会以为它是永恒不变的相。 那、啊、是不是就很容易想要去执着啊？比方我们要执着长生不老，我们要执着着希望能够永葆青春、美丽、健康，这些是不是都不可能啊？啊，因为因缘不断的在怎样变化啊，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去啊，升到什么因缘啊，升到因缘，因为第一步只是看到假啊、呃、表象，对不对？ 然后再慢慢看到内部，啊，再看到内部，好，那再再往内部看呢？里头到底有什么呢？啊，那么当然有很多的说法，说是唯物的或者唯心的，啊，但是如果以中观来讲，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因为唯物唯心是不是它还是落入二边呐、啊？啊，其实我们的的精神啊，跟物质。 的部分是不是融然一体啊？其实应该是融然一体的事情啊、哦。所以呢，以佛法来讲的话，会说是五蕴合合啊，对吧？五蕴色、受、想、行、识，是不是还是要有物质啊？但是受、想、行、识，是不是都还是从心来的？身与心，它是融然一体的。如果唯物的话，就只有偏在什么身；如果唯心，是不是只偏在心啊？ 还是落入两边的，啊、哦，所以呢，往往我们我都会在现象的背后，想要去推出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基本的，这个是不是还是我们的自信妄执啊？其实也是我们的自信妄执所致。啊、哦，好，那佛陀所说的一切存在皆缘起，要推推究其本相，最基本的。 啊，特性所形成出来的现象，其实就是空。嗯，透过圣身空意而形成了所谓的空相。啊，或者圣身的空意，啊，所现出来是不是就是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有没有？我们刚,刚讲三解脱门，是不是讲到无相？无相跟空相是不是也一样啊？一样的，就是什么、啊？ 涅盘真理的现象，真理的现象嘛、啊。啊啊，所以此名啊，此空名为什么空性呢、啊？啊，因为透过空性，是不是应该要空相的现前呐、啊？所以我们说，讲到法性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深？讲法性的时候，充满了什么否定式的符号？所以我们看到否定式的符号，我们就要想到的是在讲什么？ 因缘，哦，看到相有，那么是在讲什么表象。哦，那导师也用粗浅一点的方式来比喻说啊，比方我们在盖房子，啊、哦，在盖房子之前只是一片空地，那盖了房子之后有房子的存在，但是经过了时间空间的变化，那么最后这个房子是不是也会沉住坏空啊？ 也会消失掉，那么如同啊，最后是不是也空？最前面是不是也空啊？因为它是一片空地。当然，这个不是在讲那个甚深的空意，而是在讲空的现象啊。那么始终都是空，那这个也只是方便的假说。但是如果真正在讲甚深的空意，是不能这么讲，因为。 从这样的讲，是不是只是讲到现象而已啊？啊、哦，其实只讲到现象。那么我们要讲空性的话，是最深的特性。所以我常常比喻说，比方金银铜铁的那个金属的表象，是不是各有不同啊？它的光泽不一样，它的那个什么软硬的程度也不不一样啊、哦。表象不同，是因为它有不同的什么特性。 对不对？有不同的特性，那这些特性可能可以从熔点、沸点来分别，但是这种特性是不是都还比表象还要深一点啊？但是这种还不够深，要深到什么程度？空性才是最深的心。啊！因为所有的空性，它是不是通彻所有一切的？不管是物质，还是有情众生，是不是还是空性？山河大地。 也是空性，乃至思想、语言，是不是还是空性啊？没有一样不是空性啊、呃！所以我们说，哎，这个透过缘起性空，它是不是能够通彻一切？能够通彻一切，才叫做真理法则，对不对？才叫真理法则。透过真理法则，那么根据真理法则，透过生命的实践，是不是就能够去验证出什么真理的现象来？ 啊，所以呢，我们是要依据什么圣身的空意哦，啊，要依据圣身的空意哈、啊，啊，所以在第四十七页最后这一段哈、啊，我们从现象当中要了解一切的事物是不是都只是假名而有啊？啊，如果要去推究它究竟的本性，那就是什么空啊？ 不止大圣如此说，其实深文胜也是如此说啊。因为在《奥韩经》所谈的是圣生空意，啊，或者呢叫做第四十八页叫做空相应缘起哦、啊。因为缘起性空是一直到初期大圣才出现的啊专有名词啊词汇。 那么，在奥含经原始佛教时期呢，所说的空是透过什么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些是不是都是甚深的空意啊？虽然它不是直接讲性空，但是它也是包含着甚深的空意。啊、哦，叫做空相应缘起。所以呢，空跟缘起它是相应的。 对不对？因为缘起而性空，性空而缘起。只不过在原始佛教的时候，没有性空这样子的说法，只能讲空。三解脱门里头，是不是也只讲空啊，而不是讲性空哦？啊、哦，但是这个空跟后来的性空，它是不是还是还是相通的啊？啊、哦，其实还是相通的啊、哦，都是在讲甚深的空意啊。 啊，所以以空故缘起，以缘起故什么即空嘛。好、啊，所以呢，本论也讲哈、啊，能说是因缘的这个因缘，也就是所谓的八部因缘，也就是法法空性的因缘啊，四对不二中道的因缘，所以一八部来通达缘起。 啊、哦，由八步来通达缘起，由缘起而来见到什么空性啊、哦？那么这个就是佛陀所说缘起的真意，也透过缘起性空而见什么中道，而见中道。所以这些是不是都是在讲因缘的什么平等性啊、哦？其实就是在讲因缘的平等性嘛，啊、哦？ 所以，每一个因缘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平等，所以呢，它就会充满了什么否定式的符号、哦、那也因为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是不存在，我们都以为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怎样去执着它，而原生，而原生，而原生出什么现象来。 而原生出现象来嘛，但是又敌不过它的什么缘灭，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有为的造作啊。其实我们的原生，我们的原生其实它本身是一种什么有缘的造作，而这个会自然的缘灭，叫做无为法，它自然会缘灭的。 原生原灭是不是就是叫做什么缘起法？所以我们能够说原生原灭，但是不能讲缘缘起缘灭啊。这样知道吧？哈，原生原灭是一对的，缘起就已经包括了一对原生原灭哈，所以不要到我们丢 i 对吧？啊，就会觉得这个不够道地了，哈。 那为什么会缘起？因为性空的缘故嘛，对不对？这个就叫性空，就因为性空啊，自信的不存在，这是我们自信妄执出来的，所以要透过空，有没有？以空来破执？为什么要用空呢？ 因为要破除什么执着？破除执着，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妄执出来的，所以性空，缘起性空。那也因为根据这个，我们说所谓的中道就是。 我们在原生当中看到了一边的现象，在缘灭当中是不是也看到另外一边的现象？我们以为是相对的两个现象，其实它是不是融然一体的现象啊？是不落二边的，其实它是不落二边的现象，所以叫做什么不二？这边也不，这边也不嘛？是在讲什么性空？ 这边也性空，性空是不是就是在讲因缘法，才能够显出什么中道？所以常讲说不二，中道。所谓的中道是透过不二而来的，那这个不二是不是也离不开缘缘起性空啊？其实都离不开的，啊，都是在讲什么甚深的因缘法。 而且因缘法是不是充满了平等性？所以我们常讲说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平等性哦，哦，所以这个空在展现平等性，其实是在讲平等性。因缘法它充满了平等性，就如同。 在生命的高度上的不一样，我们越理解性空，是不是会爬得越高啊？因为包袱越小，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看的现象是不是越平等啊？其实是越平等的啊、嗯。所以圣者有圣者看到的境界，我们凡夫是不是凡夫看到的境界啊？ 各有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因为生命高度的不同，这是比较好容易去想象啊、嗯。所以唯是它会强于诶、哎、告诉我们，在高度上不同的现象，但是如何的上去，是不是也要透过性空啊？其实要透过空才上得去啊、嗯。所以那个波瑞金来讲的话，就讲二到五菩提有没有？ 波瑞道跟什么方便道？方便是成熟的波瑞道，啊、哦，一个是比较青涩的，啊、哦，比较 s 的那个波瑞，就像我们凡夫说，刚开始学的那个波瑞，是不是还是 s h 的？啊、哦，还是不够成熟的。哎，到超凡入圣以上呢，才是成熟的，那就叫做什么方便道？啊、哦，因为生命的高度不同的关系，啊、哦。 好，所以呢，所谓的八步，其实也就是四对的不二了，啊，其实也就是四对的不二。好，所以在第四十八页，啊，这就讲缘起的真意其实也都是在缘起性空、中道不二当中啊，对不对？啊，好，所以缘起法，好、啊，第二段，缘起法就是一切。 存在的现象是不是都是缘起的、啊？所以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有没有佛陀所说的任何的现象，它都是缘起法？为什么即非啊？因为性空的缘故。啊，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佛陀告诉我们的世界呢？ 它是缘起法的世界，啊，比方凡夫有凡夫所看到的世界，圣者是不是有圣者看到的世界啊？啊，初地有初地菩萨看到的世的的世界，啊，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一直到成佛所看到的世界，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叫做即非世界啊？为什么非？因为性空的缘故。 不同的高度是不是看到不同的现象啊？啊，那世名世界不过只是把它假名为世界了，啊，不过只是假名为世界罢了。所以一切存在的现象是不是都是缘起的？啊，其实都是缘起的。啊，缘起性空假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中观系又叫做什么？性空为名系啊。 广泛的说，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一切是不是都是缘起法？那么佛法的缘起法，即说我们生死流转的因果法啊。因为山河大地当然也很重要，是我们的医报，我们的大环境。但是我们的正报的生死，那是不是佛法说法的重点所在啊？啊，佛陀是为一大事因缘而化现在世间的啊。 而化现在世间，所以呢，主要还是要解决我们生死流转的问题，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理解我们生死流转的因缘法，才有机会跳脱出来啊。所以呢，在缘起法上就分了内缘起跟外缘起啊。内缘起就是我们生死流转有情生命的缘起法，而外缘起指的是什么？ 无情的山河大地，所以也可以分成有情跟什么无情，但是它是不是都还是合乎缘起性空的法则啊？啊，所以呢，只要是缘起法，一方面它是依着种种关系而存在的，啊，依着种种因缘条件，啊，相相依相成，所以也会相依相成啊。 啊，但是呢，它也会这个也会离散，所以它们不是独立的存在。任何一个因缘，它不能独立的存在。我们是不是在否定它的单一性啊？啊，那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有因缘的和合，宇宙的一切，那么也同样会有相反的特性，也就是离因缘即归消散。 这也是一切法的什么归宿？哦，所以一切法的归宿是什么？就是涅槃。所有一切法真理的现象，就叫做涅槃。平等平等相，反而是一种，是一切法的归宿。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怎样？是不平等、不平等的相嘛？对不对？ 我们家看到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像是不是我们凡夫的颠倒相啊？其实就是我们凡夫的颠倒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所看到的不平等相，是不是也大家各有不同啊？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什么执着啊？比方我们在人际之间也是啊，某一些人是我们喜欢，某些人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是绝对的完全让人家不喜欢或完全被人家喜欢，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因缘，这个是互动出来的啊。其实它这个是互动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缘灭、啊，缘灭后而不再生，是不是就是涅盘的现象？是一切法的归宿呢？反而是一切法的归宿。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不平等的现象啊，是我们凡夫的颠倒相。 哦，反而是我们的颠倒相啊、哦！哦，所以这个这个突然间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哦！所以一切法的归宿是什么？是涅槃，就是真理的现象。哦、当然，涅槃它会有量的大小，对不对？从一道曙光啊、哦，一一点点到它可以尽虚空界，有没有？ 要成佛是不是尽虚空界的啊,啊？超凡入圣的那个点上面啊，在涅槃的那个量上面，它是非常的微小，就如同拨云见日，嘛，见到一道曙光，对不对？啊，那当然，这个这个也就是果位的高低问题啊，也是果位高低的问题嘛，哈。啊，那我们现在一，缘起来说八部，就是一有来说空。 一有来说空，因为这个八部里头不生不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有生有灭，而告诉我们不生不灭。我们看到的是有依有异，啊，而告诉我们不依不异。我们看到的是有长有断，而告诉我们不长不断。我们看到的是有来有出，啊，有来有出就是有来有去。我们每天是不是看到人的来来去去啊？ 都是有来有去的啊，啊、哦！一旦来，是不是都还要再去啊，所以来了也不用太欢喜，去了也不要太悲哀，是不是？但是我们是如果着相的话，我们的情值与现象，我们是不是就会起伏啊？而我们要知道，其实来与去，是不是也是平等平等的、啊？既有来必有去嘛，啊、哦！所以呢，这个叫做一有来说空。 就是让我们能够怎样放下执着啊，放下执着。所以这个八部呢，即空相，空相即中道。八部与无人尝试所认识的是不一样的，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尝试，我们所谓的尝试或者聪明才智，都只是在现象上，而且是一个相对的现象。 而我们所说的智慧是什么？是因缘啊，其实是因缘啊。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说八不即空相，空相即中道啊？这个空相是不是从性空而来啊？你要透过空性，是不是才能够有空相啊？啊，也透过空相，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啊。 那么，透过空相呢，而验证了什么中道，而验证了中道。所以呢，八不即空相，空相即中道，对不对？我们平常是生活在八有，而不是八部对不对有生有灭。 有一有一有长有断，有来有出，这是世间的什么相对的两种现象？而一有来说空，就是要透过这个。 要去破，要去破除对象的执着，那是不是就要升观因缘法啊？哦，原来它之间呢有没有界限呢、啊？其实是没有界限的哈、啊。我觉得从优点、缺点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优点、缺点啊？优点、缺点当中有没有界限？ 其实是没有界限的嘞，是融然一体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是切不开来，我们没办法把优点、缺点切开来，然后只带优点来，缺缺点放家里，没办法，是不是融然一体啊？要来就全部一起来，对不对？哦、嗯，而且这个优点、缺点往往也是透过什么原生原面。 所看出不同的感感受来，所以呢，优点缺点其实它是融然一体，它不是两件事情，啊、呃，不是两件事情，也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生灭，它是不是融然一体的事啊？ 这个也一样了，那也因为它变成是在讲因缘法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加两个否定式的符号啊？对不对？啊，一旦讲到因缘，打破界限，而且它还可以扩扩大的，像菩萨道，是不是也是可以扩大的、啊？ 啊、哦，其实呢，这个都都是透过姻缘来打破，而且在姻缘当中，要知道这两边是不是都平等平等的、啊。 所以也是透过因缘法，它才可能怎样不断的去扩扩充，也透过因缘法，它才可能有机会转染成精。我们如果认为有，是什么相有？越是相有，我们是不是会越杂染啊？会越迷糊？那越是性空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才越能够有亲近的感觉？为什么亲近？因为平等而亲近啊！啊，所以要转迷起悟，首先就是要转迷起悟，才能够转染成净，转染成净。那往往是不是就是要摄向从性啊？这样看懂吧？ 对不对？好、哦，那这个也就在我们的这里是迷雾的关键，这里是什么软禁的关键？这里就记录，他、啊、这是记录了哈、哦。 善恶的关键，到底是善的种子还是恶的种子？就看第七八两世。所以我们就说，慧眼，怎么要从第六意识开始啊？啊，越悟的话就越近，我们的善就越多，所记录进去的善就会多，恶自然少。 啊、哦，所以所谓的空相是什么相呢？是不是就叫平等平等相啊？不是空空如也之相哦、啊，而是什么平等平等相，也就是真理的现象。其实真理的现象，所以我们说八部即什么？即空相，而空相即什么？中道。 空相是不是就是不二？从有二啊，从有二而而进入不二，是不是就是从相有而进入性空，而进入性空哦？所以八部跟无人尝试所认识的不同，我们的尝试都是认识什么现象啊？而我们的智慧之良是认识我们的什么？ 因缘嘛，这里面是不是记录因缘啊？上面不过只是记录什么果报，因缘果报是不是？啊，那这上面只不过是一种什么尝试？ 由尝试而变得比较聪明，试智变聪有没有？试智变聪是不是在讲这个尝试的部分呢、啊？聪明与否是这个，而智慧在这儿。 而且我们的智慧资粮还可以流转的，还可以流转哦。哦，那一般知识论，知识论就是用前六式六根，对不对？人生观呢是第七意识，宇宙论是第八意识，所以我们的人生观啊，豁达不豁达，也看它里面的。 这个杂染的程度，啊、哦，越是杂染的话，是不是越目光如豆啊？啊、哦，那个那个心量非常的狭小，那这个生活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样样都会着相，然后起伏躁动不安，对不对？那越是豁达的人，就是越去体会到因缘法的平等性。 所以，我们越理解平等性，对我们的什么第七意识转染成净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哦。啊。那就因为我们有根本无始的无名啊，我们是不是数世劫以来就不断的流转啊？七八两世，尤其第七意识是不是都是带着杂染来？如果我们第七意识不是杂染的话，我们不会生在这里。就因为我们第七意识是杂染的。 自动的就会原生出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来嘛，对吧？我们等我们这辈子的生命完毕之后，我们是不是又再去原生下一辈子的、啊？是全自动的哦，啊，不是我们想来不想来，而是全自动的啊。我们的想不想都还在第六意识，但是第七意识呢？它是自动的，它是自动的啊，所以我们就带着根本无名而来。 啊，所以我们不容易去了解缘起非有。为什么叫缘起非有？因为它性空的缘故。啊，缘起看到了生的现象，但是我们也要能够预估它将来是不是会缘灭啊？这个就是智慧哎。啊，所谓的智慧是不是要预见将来啊？预见未来，不是只有看眼前。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智慧呢，包括他的眼光是不是要深远一些啊？心胸度量要宽大一些，所以呢，我们一般啊，无人啊，也就是常人呐、啊，凡夫啊，都会以为诸法实有自性啊，啊，不见诸法空相，即不见什么中道啊。所以，何谓空相啊？ 诸法空相是从什么？这个诸法啊，是从性空来的。啊，我们说透过文字波锐而观照波锐是不是才有实相波锐的现前呢、啊？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对不对？诸法实际的现象、真理的现象，就是诸法空相的这个空相是。 平等平等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有没有？我们这不断的强调哦，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呢？那我们是不是习惯不平等不平等的相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一直在起颠倒相，对吧？啊、哦，所以我们还一直觉得眼见为信，耳听为凭。 说实在，这个都还不是，都还不是真的。这个是不是还是我们的颠倒相啊？因为我们所所听到、所见到的是不是还是有限的？啊、哦，我们真的要去认识一个人，不能只有看到的、听到的算数，那是不是范围太小了？啊、哦，这个范围太小了。哦，所以呢？ 如果是若了是缘起有的话，就要晓得缘起有即非什么实有。所谓的缘起有，它不是实有的啊！而且呢，缘起呢，它是缘起无呢，亦非实无。因为会有缘起有跟什么缘起无？什么叫缘起有？是不是原生出来的有啊？缘。 缘起无是什么？缘灭之后自然消失，对不对？消失之后不是永远不变的消失，消失之后只要我们执着，是不是还会再出现呢、啊？只是是不同的因缘而已呀、啊。啊，就如同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月，个月是不是也是时间到了原生？时间这个经过了上课的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又缘灭？缘灭之后，下一个月呢？ 又继续原生嘛，对不对？所以缘灭之后，不表示永远消失啊。只要我们有所执着啊，就比方在这个执着上面来讲的话，不是马上能够断，但是起码先换对象。我们往往比较在物质上面的追求，而我们换到什么精神上的啊？比方我们有善法欲，对不对？有对善法的追求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会再度的原生，对不对？但是原生呢，不是时有的原生。这个原生当中，是不是也在不向什么缘灭嘛？啊、哦，原生的现象不是时有不变的哦，是不是都是在流动变化中啊？啊、哦，所以这里导师也举例，就像人的出生，也是依着种种因缘。 啊、哦，我们的姻缘是非常的复杂，包括跟父母的姻缘，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姻缘呢，亲戚朋友的姻缘，是不是？哦，太多太多的姻缘啊！那普通来看，好像是有一个实体的生命的产生，啊、哦，一直到我们的衰老，到我们的这个临终气绝了，啊、哦，身体都冷掉了，那就会以为啊，这个就没有了，就消失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众生不是不知道所谓的有，我们所谓的生出来的这个有是什么？因缘假有。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因缘假有的过程当中啊？等到无的时候，我们又不知道因缘假无消失的时候，以为它就没有了，就不会再有。会不会再有啊？还会哦，可以再续前缘呢、哎。 只要有缘，是不是还可以再继续哈、啊？只是再度结合出来的姻缘不会一模一样，是不是又变了？不同的色身，不同的啊，不同的姻缘福报嘛，也不同的智慧资粮，但是会因为有缘的关系，会怎样再度重逢相会？只不过大家都脱胎换骨了。 谁也认不得是谁，但是因为一份的缘，又把大家牵系在一起。啊、哦，所以呢，我们尤其出国更是哈、啊，会觉得哎，这辈子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会觉得非常有缘。啊、哦，这辈子为什么叫第一次见面？只是我们用不同的色身来相见嘛，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因为那份缘啊，比方有善法的缘。 是不是就会又又重哈、啊？又重聚在一起啊？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它是实有或实无，其实不过只是什么因缘的有，因缘的无，离散的无啊！所以呢，因为不了解缘起的缘故，有没有？在我们的第四十九页第三行哈、啊，就讲，因为我们不了解缘起的缘故啊，所以呢，我们就非执着实有。 实无不可啊！啊、哦，如果我们了解缘起的话呢，则离什么实有，就不会有邪执，因为我们会以为实有就会邪执，因为没有实有嘛，啊、哦、的这种执着是错误的执着，叫邪执，所以呢，也才能够去建立因果轮回的什么缘起法。 啊、哦，所以现在就依着缘起来说到所谓的八部的这个“部，是不是就是空的意思啊？啊、哦，否定式的符号其实都是在讲因缘。好、哦，那这个空即平常所说的“即有即空”，有的当下是不是是性空的、啊？这个有是原生出来的嘛？它的最深的部分是不是性空的、啊？等到无的时候呢，它还是性空。 啊、呃，也就是它还会再有，如果我们执着，它是不是还会再有？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出现而已。所以呢，龙树菩萨依着八部来说中道，就是去显示什么缘起即空，缘起即空。八部就是在讲空相嘛，空相是不是就在讲中道啊？中道其实也在显示什么缘起法，对不对？ 空以什么缘起为一呀、啊，对不对？中以空为相，本论以中为中，对不对？啊、哦，这个都是我们中观论的一个核心呢、啊。啊、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